大家一开始看到那些香料呢，我习惯了用这个，这个是像是卤包，可以放一些中药的卤味包。然后呢，我就把刚刚的材料，香芹。找不到香芹的话呢，你可以用香菜啊，或者不用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你真的很惧怕这个味道，可是实际上炖到最后，你不会感觉到这个香菜这个味道。还有蒜头放进去，蒜头不用去皮，整颗放进去就可以了。然后丁香、月桂叶、百里香，这样子把它全部放在同一个袋子里面，到时候拿出来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，不会说弄得糖整个到处都是。就简易的把它封起来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香料包，然后一定要放进去。好，接着就是一样让它继续煮。那煮的过程当中呢，它如果还有浮沫浮起来的话，同样的再把它捞起来。这样子放着让它熬大概一个小时左右。从中呢，你就记得还是要把它打开看一下有没有浮沫，有的话呢就把它捞起来。现在汤呢我们已经熬好了，那我们就把里面的香料包先取出来，还有鸡骨架拿出来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汤滤出来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炼出来的汤，那上面还有一些油脂的话，你可以用鸡油面纸，或者呢你等它凉了之后，你把它冰到冰箱里面，再把油脂去除掉。等它完全放凉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准备像这个制冰盒，把它装在制冰盒里面，冰在冷冻，你想要用的时候就可以再拿出来了。